弟兄姊妹平安，相信咧个个人都知道，默想退休咧系一个好宝贵嘅属灵传统，但系咧我哋往往好少会走去啊，即系默想退休。但反而咧近年咧，我哋好多人都会讲 me time， 个个人都会走去去啊，佢有啲 me time 嘅时间，因为咧可能可以令到我哋离开一啲嘅烦扰。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儿呼应，继而平静，到访呢个一人之境。哇，呢种感觉几正啊！好，大家亦都可以更加想象下，如果嗰刻耶稣一齐喺度，陪你去听下风，睇下月光。甚至同你有啲嘅对话，嗰刻几正啊！嗱，其实喺约翰福音五章里面咧，都有一个一人之境，有一个一个人在嘅境况。我哋咧一齐去再睇下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到九节，呢个人个处境又系点咧？经文一开始唔系提一个人，反而咧系好详细咧。去讲呢一个人所在嘅之处喺边一度？经文嗱，佢话咧，第一节佢都唔敢讲喎。佢话这是以后端到犹太人嘅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着羊门有一个嘅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伯士大，旁边有五个嘅男子，这里躺着。瞎眼的、负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嗱，不是大池咧，其实呢度讲呢个地方喺耶路撒冷圣殿山嘅东北边嘅一个嘅小谷嚟嘅。嗱，附近咧系圣殿嗰个嘅羊门。大家聽到個名字都估到噶，係俾嗰啲咧獻祭嘅羊牛咧出入嗰個後門嚟嘅。但係其實呢個名佢本身有一個意思，好有意思噶，係一個叫傾流之處。嗱，講到傾流之處，你就會估到呢個詞就唔同佢個中文譯名咁樣不是大。完全唔同嘅，系一个相反嘅。佢系咧，佢讲紧即系呢个谷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嗰个形势咧，系一个天然嘅储水池，好大嘅，唔细嘅。其实喺当阵时系耶路撒冷里边一个咧好主要嘅储水池嚟噶。考古咧发现咧一个嘅池咧，好似一个日字。咁样嘅形状，一个好大嘅长方形，中间有一个嘅浪子分割咗，变成两个嘅小池，所以咧就有五个嘅浪子喺当中。约翰提到一个嘅读者要留意一样嘢，要用希伯来文去理解不是大，原来一个嘅。希伯来文嗰个意思咧系怜悯之屋，所以咧你明白喺第三节嗰度指出咧，佢呢度躺卧咗一啲嘅瞎眼嘅负腿嘅血气枯干嘅，有许多病人喺度做咩啊？等天父倾流出嚟嗰份嘅怜悯。呢度好详细讲到呢个人所在之处之后咧，镜头就慢慢 zoom 埋去呢一个人嘅身上。喺第五节，佢冇讲到呢个人佢有咩病，我有佢回应，你能够知道，佢起码见得到水洞，又能够行得到少少。而且能够生存到咁多年，所以你应该估到佢唔系瞎眼，又唔系负腿，或者血气枯干，甚至可以讲得清楚啲，佢应该唔系绝症，
或者一啲重病。事实上咧，经文好特别，佢系冇关心过佢有咩病，佢只系关心佢喺边度，佢喺边度躺卧，喺边度住啊嘅意思，或者佢关心嘅系佢喺嗰度嘅时间已经38年。到底点解会讲时间同埋呢个地点？同一个人有咩关系？有咩嘅特别？我哋好想知道，但未答之先，一刻耶稣就出现。嗱，好特别啊！病人无数，重病嘅亦都唔少，但系耶稣偏偏只系聚焦 focus 喺呢一个人嘅身上。莫非呢个人好似其他嘅神迹嘅主角一样，喺度大嗌：耶稣啊，救我！耶稣救我！我估你都见到，唔系咁啊，个情况完全唔系咁。呢一次系耶稣好主动去提出要帮佢，佢好简单做咗三个嘅动作，针对紧同样都系佢嘅事、地、人。嗱，佢先做咩？去睇见，去躺卧嗰个地方，之后去知道佢病咗好长嘅时间，于是佢就问呢一个人：你要得痊愈吗？嗱，呢个问题其实系明知故问嘅问题，但系耶稣点解要问呢个问题？要对呢一个人？问一个咁嘅问题，不如我哋听下呢个人又点样去回答先。第七节佢话：先生，水冻嘅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嘅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经文除咗好客气咁样嘅称呼耶稣之外，呢个人去再一次提到时间，而且有两个嘅讲到时间，佢话水洞嘅时间同埋我正去嘅时间，应该喺度讲紧自己一直错失咗一啲嘅时机，带嚟紧一啲嘅无奈无望，因为相传喺即系一个怜悯之屋入边咧，会有天使咧。去按时候搅下嗰个池水。当水冻之后，边一个能够早啲入去，咁呢无论系乜嘅病都能够得到痊愈。佢错失咗呢个时间。所以好无奈无望。佢亦都喺度第二样嘢提到，就系个地点。佢话喺呢个池子里。呢、这个池子可能代表紧佢容身嘅地方，亦都可能系代表紧佢依赖嘅方法。一路就系靠呢个池，佢就先能够得救，或者甚至可能去代表紧，同样代表紧佢容身嘅地方同埋佢依赖嘅方法。除此之外，佢亦都提到人，但佢呢度指出就系冇人帮到佢。反映紧佢冇人关心，极度无助。提到人，另一个好特别啊！你头先听我读嘅时候都听到嘅，喺短短一节嘅经文入边，系重复咗三次讲我，不断聚焦紧喺自己嘅世界、自我嘅中心里边，喺当中去拼命一切，但系都冇用。我哋可以想象下去嗰个嘅时空，一个人在等一个嘅希望。开始时满怀幻想，正所谓人生没有呢个嘅梦想，同咸鱼冇乜嘅分别。但系经历无数次嘅失败，一等就38年，等到自己真系变咗条咸鱼，冇无奈。无望无助，只有呢个词俾佢容身，系唯一，
佢可以依靠嗰個嘅方法。不過再心諗，況且做到一個已經即係慣咗做乞兒、懶做官，你話去逃避緊現實嘅世界又好，或者好驚面對一個新嘅生活又好，佢都唔會再有力去面對其他嘅生活模式。當你聽到咧咁嘅形容，我唔知道你有冇腦海當中有冇諗到一啲人或者一個人，其實都幾 common， 好普遍。美國咧有一個嘅心理學家叫做咧 Martin Seligman， 佢喺1967年咧就做咗一個好經典嘅實驗。佢咧就分別咧有兩批嘅狗，嗱擺咗喺唔同兩個嘅籠裏邊。當中咧個籠入邊有一個嘅掣，個掣有咩用呢？就係咧佢會有一啲嘅警報，警報聲之後咧就會有啲電擊俾依啲狗嘅。而第一批狗咧，當佢撳到依個掣嘅時候咧，就能夠停止依個電擊。但係第二批狗咧，佢即使有依個掣，但係咧唔能夠去阻止嗰個電擊發生嘅。依個嘅實驗做咗好多次，發現有一樣嘢好得意嘅，重複咗咁多次之後，第二批狗即使開咗嗰個閘，嗰個籠嗰個閘，但係第二批狗佢唔再諗任何嘅逃走方法，佢只會喺嗰個籠入邊坐以待斃，甚至即係佢其實有機會走，佢都唔走，唔知點解會係咁啊？會喺當中咧，去好痛苦咁樣去呻吟。Martin Seligman 咧對人類亦都有同樣嘅觀察。佢話：如果咧有一個人咧喺一件事或者喺多件事裏邊咧去重複持續去受到一啲嘅打擊痛苦的話咧，係會好無奈、無望、無助、無力。即使咧可以改變，有改變嘅機會，佢都唔會掙扎選擇，唔會有任何想去改變呢件事，只會喺度等，喺度等死。所以佢係俾咗依一個嘅現象咧，有一個名叫做 learn helpless， 學習得嚟嘅絕望。我喺牧養裏面咧，其實都見過唔少嘅人。有啲人因為失業、失戀、長期病患、情緒病、隱蔽青年、坐監、吸毒、賭徒、走鬼，或者因為社會嘅狀況嘅轉變，都陷入喺一個學習得嚟嘅絕望嘅當中。有咩可以俾到我哋喺絕望入面有出路呢？我估都係要翻翻去聖經，我哋睇下耶穌點樣幫依一個人在絕望。第八節，耶穌就同佢講：起來，拿你嘅褥子走吧。起来，你听到耶稣用紧一个嘅命令嘅语气，三个嘅动作都系一个命令嘅语气，显明出嚟佢系有神嘅儿子呢个咁嘅权柄。起来，唔单止系提我哋佢系神嘅儿子，更加好似提醒我哋 now， 而家就系嗰个时机，起来。你可以有起身嗰个嘅希望，嗰个嘅选择嘅。耶稣似乎喺度帮紧呢一个人，针对紧呢个人去对时间嗰个嘅迷思。佢话你要拿起你嘅褥子。其实耶稣喺度打
可以只会讲咧就系拿起玉子嚟，但系你明显见到佢刻意加咗你呢个字，似乎系回应紧嗰个人系不断提我。帮紧一个人，让佢感受到一样嘢，去耶稣医一个人系在乎佢自己有价值，佢会能够得到被怜悯，唔需要再一次只系困喺自己嗰个世界，你可以的起心肝嚟带来改变。就耶稣再一次针对紧嗰个地方，佢话起来系要去离开一个嘅池子，唔使去再贴住嗰张床，即系佢一路去嗰个容身之处，嗰个依赖能够帮佢得救嗰个方法。耶稣呢度似乎让佢知道，其实方法唔系只系得一种，应该咁话，系个方法就喺耶稣里边。其实Martin Solomon 佢亦都有同样嗰个嘅观察，喺我绝望嘅人咧，通常都差唔多有相同嘅思维，喺时间方面往往咧会即系谂到一啲好短暂嘅嘢咧，系会变成一个咧好永恒化咗啊！佢哋会常常谂，唉，我永远都唔会得到出路噶啦，我永远咧都会系咁嘅状况。面对地佢嗰个处境咧，同样都系咁嘅，佢会将咧好局部嘅处境咧，变成一个咧好全面嘅处境。佢会不断去提，哎，我即使咧有方法，但系都冇咩用啦，帮唔到我噶，或者佢话，既然咧冇乜用，咁我做乜走去治疗咧？我喺度等死咪算啦，或者我死咗去好过啦。往往会局限咗自己得救嗰个方法，只系见到眼前嗰个嘅方法，或者自己嗰个处境。亦都另一方面讲到人，呢个系最重要嘅。当绝望嘅人，往往佢会对人嗰个信念咧，好有即系好有自己嘅睇法，往往咧会好自责、自我中心，好认为咧冇人会再关心我噶啦，所有问题都系我自己扭嚟噶，唔关其他人嘅事，但系系我而家好大问题，甚至咁讲，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我死咗去好过啦。嗱，简单而言，你会见到通常绝望嘅人都会喺时地人入边咧不断转牛角尖。佢指出咧，Solomon 咧指出一样嘢，只要咧我哋喺认知上系扭转呢啲嘅思维咧，其实系可以有得救嘅。我哋唔使再系喺呢一啲纠缠喺时地人嘅方面咧，我哋系可以有得救嘅。但系你再睇翻圣经，好特别。耶稣咧好厉害，佢早过 Martin Solomon 啦，千几年之前就已经理解到，并且帮助依一个喺绝望里边嘅人，佢让佢有唔同嘅信念。嗱，我刚才都有提到，我自己咧陪咗都唔少陷喺绝望当中嘅人，牧养咁多年，就常常都见到呢啲嘅人。其实陪佢哋一齐面对绝望，我都冇咩方法。甚至咁讲，越陪就越绝望。
当我真系一个人喺度默想呢段经文，我投入自己系好似一个人一样咁嘅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嗰份绝望，突然间都觉得好被激励，好感动，我真系喊咗出嚟嗰刻。我见到嘅系普天下病人无数，但系主在这边陪我寂寞。嗰份耶稣嘅主动好感动我，我以为我冇得可以帮，或者我都帮唔到人，好无奈。但原来耶稣好主动咁行埋嚟，好想帮我，好想帮更多绝望嘅人。主好简单嘅说话，其实我底下唔系好明，我觉得我听唔明佢讲乜，点解系咁简单？但系唔知点解有一份动力，好想试下起身，试下再嚟过，试下用多少少力去帮一啲绝望嘅人。但系好奇怪，你再望下啲犹太人，佢哋只系挂住紧一啲嘅规矩，但系我知道读咗咁多年神学，好知道呢个安息日嗰个意义就系在乎紧完美，系神创造天地嗰时候好想完美啊，佢见到自己完美就可以休息，佢亦都好想当人完美。而耶稣喺度好在乎我，好在乎呢个人，佢要呢个人，要我都能够得着完美，好在乎我健唔健康，唔单止系身体，系我心灵健唔健康。但系当我都未知可以点做嘅时候，佢再行埋嚟同我讲：你已经得痊愈，唔使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呢个说话好似带嚟一份关心。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我还有乜嘢可以帮其他人或者帮自己？但好似呢个说话再次提醒我，唔系啊，唔好再问自己得唔得，自己个世界入边系点样，唔好喺度自怜自卑，得噶，行出嚟就得噶。我相信依刻你未必会有我嘅感受。我其实真的很相信 me time 是可以帮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都很想你这一刻，我特登讲短点，是很想你这一刻试一下你有些 me time 的时间，你试一下可以有一人之境，你试一下安静默想一下这段经文，你试下去想象自己身处喺嗰个嘅现场，耶稣好主动同你讲，同你倾偈，你有咩感受？你又有咩嘅回应？我哋安静下。
让我哋一齐有个祈祷。感谢耶稣，感谢你嘅怜悯，你系好乐意倾流你嗰份恩典俾我哋，即使我哋喺绝望嘅当中，你好乐意主动帮助我哋。我在此呢，求主怜悯，施恩，阿门。